歼十六、歼十 C 和歼二零。我们在平常训练当中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场景设定多种机型混编进行进攻。歼十这个反应机动性能很强，歼十六挂载武器很多，各型导弹全能挂载。歼二零是隐身飞机，像个刺客似的。每个人能力都很强的，但是想的，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很强的部分叠加起来？我们想的是要从平方或者立方的增加，把三型机放在一起，它的能力相互之间的配合，让每飞机这些飞机干自己专长的事情之后，就把这个体系可能做得更强大。